呛辣咖喱。Hello， 午安午安。午安呐、啊。午安 ，Hello， 北极星思源安，谢谢呛辣咖喱的分享，谢谢思源送的荧光手环 ，Hello。Hello， 午安。是原本说12点播，但是因为老师上课到12:10，他一说拜拜，我就按离开，然后就按开播这样。我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。Hello， 桃瓦哥。Hello， 阿鹏鹏。谢谢呛辣咖喱送的行李箱。Hello， 逸晨。等他一说拜拜，然后就哦拜拜，然后就按离开，然后按这边按开播。Hello， 企鹅。Hello， 北极星四宅。刚下课，对啊，没错，就真的就刚刚啊，大概我开播的时候大概就是3秒前的时候下课，同时。会说拜拜，老师是在闲聊吗？没有啊，下课不会说拜拜吗？我们老师下课都会说拜拜，每一节课，然后一定要听到学生回他们拜拜，他们才肯走。他们说啊，那就上到这边了，拜拜拜拜。然后说哦，老师谢谢老师，拜拜，然后就按掉。没遇过哦，真的假的？应该是因为线上吧，因为那个线下课不会讲拜拜，线上课才会。Hello 洛克，哎，我的是，嗯，你的是那个韩式的，对对对，看起来就像。Hello 暗红，你有鱼蛋啊？我有鱼蛋，他都会付啊。那爸爸都是什么呀？那是茶呀。爸爸是茶。对啊。我知道。你的全部都是加价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哦。你超贵，你250。你超贵的。我们都100多块而已。那我的本来里面没什么的意思。啊，我的是鱼蛋。好，我拿给你。麻辣鱼蛋。盖子我先一半哦。你不要打翻了。不是，是你吃比较多。吃卤味，我想说吃这是什么？汤卤，汤卤，这是知名连锁店。我跟你们讲过他的故事吗？这个，他的故事。有一天我们练习到9点多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提早下课也不错。然后结果就去姐姐们那边晃一圈，然后晃一圈谈完事情，然后姐姐们的晚餐来了，发现是草味觉，然后他们就吃，然后吃到就是很饱，然后就给我们吃，然后我们吃完发现，哎，好好吃哦，我们明天也来叫，然后我们明天中午，隔天中午也就叫了草味觉。然后我把那个，因为是我叫的，所以发票在我这。然后发票后面有一个菜单，然后我把它丢回家，放在餐桌上。然后妈妈昨天看到，就说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这样，家里附近也有吗？然后我说：“有啊，我们家附近也有。”然后今天就叫了。到底哪一个是天官？应该是你那个有差，我是陈皮。谢谢晴天送的枫叶。妈妈吃卤味吃到200多，对啊，吃超多的。那为什么你的没有茶，只有2杯茶？因为我的鱼蛋啊。哦，你换鱼蛋哦。对啊。哦。对啊，不是加料。不是啊，它有鱼蛋、鱼板、饮料，看你要鸭血，看你要选哪一个。我们每个都要。对啊，就人家
只叫你选一个，然后你选了三个。我想说怎么有点便宜，这么多种可以套放在里面，原来我们是他只能选。Hello， 田中豆粒王卡丘呼一兰，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红玫瑰。好奇妈妈贵妇菜单，你吃什么呀？什么？汤卤合作套餐。对。麻辣的，然后加手刀面，然后这边加五块，手刀面加五块。然后什么陈皮梅爱情特调，那到底什么陈皮梅子是不是？嗯，加十块。然后他又点了鱼蛋，又点了鱼板，对，就是所有加点的都差不多都点一轮的。汤卤里面的料是什么？七种火锅料。汤卤七种火锅料跟高丽菜跟肉片，超不健康。对啊，可是后面那个都没有我喜欢的。啊，其他的套餐。咕咕鸡啊。咕咕也不喜欢。哦。多鲜高蛋白。听起来很健康。但里面有。我觉得它是纸好可爱哦。它是放那个鱼盘。我看过了。你那边就有一个炒味噌，什么味噌？没有炒味噌。炒味噌，炒味噌是什么？我是不是你没有看过啊？那是味噌鱼蛋。哦，味噌鱼蛋，对啊，那味噌不知道。炒味噌可以用炒的。嗯，对。Hello， 小叉。Hello Jenny， 花生神魔术荧光手环，妈妈的笑声总是那么有元气，就是中气饱满，因为现在就比较多地方可以藏空气了。什么话？Hello 坤坤。爱情特的，那是什么梅子茶哟？还是对啊，你喝就他写什么陈皮梅对不对？对对啊，喝起来陈皮梅，他说什么陈皮就长这样，里面是放梅子，喝喝看，嗯，什么样子不错喝啊？你怎么对我加点东西吃啊？你叫我再喝哎、欸，然后你还给我那个人。太酸了，太酸了。不会啦，这种不会酸啦，跟柠檬的。你为什么都不帮我拿这个？哦，我每次拿起来都是空的，然后就嗯。谢谢小叉送的香槟。光那个面就超饱了。Hello 李思琪 ，Hello 坤坤。谢谢晴无送的红玫瑰，用这个脸妈妈要怎么喝下去？就是不是超酸的，我觉得不错喝。我觉得太酸了，那不然你去喝我那个柠、檬汁。我不要。你丢了吗？爸爸喝了。哦，超酸的，我喝完是同一个脸。好，不一样，它这是甘甜甘甘，就是、酸酸甜甜，就很酸。并没有，你真的是。我不能喝酸的饮料，很可怕。是没有加糖，有啊，它有加糖，它有加糖，但还是很酸。酸酸甜甜就是爱情的哦，对啦，酸酸甜甜，所以才叫爱情的滋味。嗯，对的。只有酸的，那种甜。有啦，后面，啊，你都喝不懂。超酸，就是梅子味，然后很酸很酸。谢阳公送的红玫瑰。微积分大师今天怎么了？一直在告白。你没听时尚文章，他们都会说回甘吗？他没有回甘啊。有的。
有吗？有啦。它就是很酸。Hello， 新人店长。回酸，对啊，酸的进去，回酸出来。回酸。谢谢君汉送的掌声鼓励。给你们看我吃的，哎呦，我吃咕咕鸡，就是香菇，咕咕鸡，跟我上次在公司点的一模一样。里面有一堆菇，然后鸡肉片。刚刚好像在吞，刚刚是吞营养食品。来说一下我吞了什么营养食品，我永远都背不起来。C 呀，维他命 C。还有 B 呀，维他命 B。哦，还有叶黄素啊。叶黄素顾眼睛的。鱼油啊，鱼油顾眼睛的。还有什么鱼油？你不是顾眼睛？嗯。爸爸鱼油是顾什么？顾脑子吗？眼睛呢？鱼油哎。哇。鱼肝油才是顾眼睛。对的，鱼肝油才是顾眼睛。那鱼油是哪位？顾脑吧。对吧？然后还有什么？啊，不都鱼的油？胶原蛋白不太一样。一样。胶原蛋白还有什么？胶原蛋白。哦，钙啊！你上次说的牙齿那个多一个钙，第二次钙片，固牙齿的。买了吗？然后最近一个新的，一小颗那个是 D 呀、啊。D 维他命 D。啊，那就是多的都有了。没有晒太阳啊，钙质吸收啊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没有晒太阳。D 钙质，不然吃钙片的浪费。好像是不是就这样？啊，个白。谢谢吉米周送的 Pop Cat。白珍珠粉是不是？里面有加珍珠粉的胶原蛋白。里面有加珍珠粉的胶原蛋白。它叫白 C 经典。那一瓶是胶原蛋白。好，就这样。感觉你吃这碗晚餐不用吃，不会，我没有一次吃完过的。我一定也是会剩一堆面的。没晒太阳，没有晒太阳，我不会去外面晒太阳。会啦，就走过，当然还是会晒太阳，但是就是比较少，所以有点缺钙，但也还好了。就是全糖，没错。昼伏夜出，对，差不多，因为会黑啊。咕咕鸡的汤头，我选韩式啊，汤头我觉得不够辣，就是还好，没有到很辣。哇哦，这是什么 ？Hello 八加九包膜哥，不要为了白都不晒太阳，可是晒太阳就会黑啊。放个歌。有了，还是会晒太阳了。我其实我觉得那应该不是缺钙，那个只是，对，我只是在减少晒太阳。这是不要继续吃涂防晒，就涂防晒超讨厌的。我超讨厌涂防晒。除非必要的时候。听说晒太阳可以制造血清素帮助睡眠。哦，晒太阳好处很多啊其实。但请看那个30秒提神，我觉得我把一年晒太阳的量都晒在那天了。30秒的 T 恤，你们去看一下，我觉得我真的把一年的量都晒在那边了。
有些什么菇，有秀珍菇、金针菇。然后还有什么菇啊？不知道了，不认识了。有听说你有吃到那有啊，我就去拿了一个，然后就跟大家说你们再不吃就没有了哦。然后他们说哦，那等一下再吃啊，就真的没有了，所以就变成只有我吃到泡芙，只有我吃到。谢谢俊英送新四叶茶哦。怎么决定谁进球，谁在旁边看？大家都有进球啊，大家都有进球。你们到时候就会看到了，几乎大家都有进球。球里面是地狱，球里面非常的可怕。谢君上的一封信，你一定知道行动力太强。对啊，那时候舞蹈老师说：“哎，好不好吃？”我说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然后他也去吃，趁我们在拍的时候，那也去吃。但其他人都没有吃到。其实进球都玩很开心，没有，我不敢玩，因为我在进球之前就听说会死掉。所以他们就说，所以我就决定我一进球就要安静的待着，不然我就会死掉。应该是被撞来撞去，不会啦，撞来撞去是真的会死掉，不会撞来撞去啦。它不是普通的泡泡足球，它是泡泡。Hello， 陈恩，面感觉就是微辣微辣，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够辣，这是麻辣鱼蛋。不是，它不是泡泡足球，它跟泡泡足球的泡泡不一样，是一个很可怕的泡泡，你们之后就看得到了，你们之后就知道了。很多人晒黑，但我没有晒黑。拜托，十分钟裸一次，我出去外面拍完什么，然后就 回去里面狂抹，狂抹的那种。对，请期待，还要十五天。哎，错了，我不知道 MV 什么时候。真的？为什么那边没有卫生？不给你放。为什么？那边东西越来越多，很多。每次我整理好，但是没弄。超送掌声鼓励，谢谢新人店长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博神送的荧光手环。还是只是看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真的很怕我晒黑，所以我真的是狂抹，什么都抹了。
我吃卤味，给你们看，它叫杨过最爱咕咕餐。杨过，我看一下，对，杨过最爱咕咕鸡套餐。等一下哦。谢谢 Boss 送的你最闪亮好长的名称，它就是咕咕鸡，就是鸡，而且它很酷的是，我觉得它最不一样的是它是鸡肉片，就是因为大家对就鸡肉大部分都是鸡肉块，但它鸡肉片，然后你点韩式汤会有泡菜，虽然我觉得泡菜没什么味道，但口感还是不错的，泡菜配上咕咕。当天就是一个超大太阳，这肉片，但我觉得它肉片很好吃哎，我是觉得它肉片很好吃，排行，哎呦喂，等我一下哦，放歌，我的歌在哪儿？为什么都没有？还是要登录才可以听。等我，我登录一下。先用这个，我再用另一个软体播歌。也来当一下杨过好了。好啊，杨过那是什么什么、啊？《神雕侠侣》哦。哦，好像对。金庸的。金庸还有什么啊？我完全忘记了。小时候常看，小时候常看。剩十几分钟，来去剩十几分钟。谢谢阿贝送的紫蒲的守护灵。对金庸小说熟吗？就看过剧而已。那时候谁演的？林依晨演的吧？欸，是吗？那是《神雕侠侣》吗？还是不是？我记得有好几《倚天屠龙》哦，《倚天屠》不是都对啊，都跟阿公一起看呢、啊。他以前喜欢看、啊，就小时候都会看那种金庸的那种连续剧。我记得那时候是那个啊，胡歌。演的干嘛？你不记得什么？哦，那是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那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。那《神雕侠侣》是谁演的？哦，他是看朱俊演啊，还是你是看朱？不是俊啊，那是朱茵哦，茵，把茵看成俊，还是你是在看更早的？那这样，对，妈妈应该也是看再更早一点的。排行，排行，哎，怎么不在？什么？最近就是陈哦，对，《射雕英雄传》最近的是陈妍希版本，那个很可爱，但我没看，我就只看过林依晨版本。
找找歌，周杰伦音乐电台。等一下哦，为什么我用完这边就没有了？对，那是小龙。对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。Hello， 北极星综合喵喵。可是我觉得很可爱。要看就是要看港剧。更早还有刘德华、梁朝伟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刘德华、梁朝伟有演过？很久以前，我那个就不是我的年代了，我不太知道。我那时候刚好就是。林依晨他们，还有谁啊？对啊，我刚刚就说是《射雕英雄传》呢。我刚刚不是说是《射雕英雄传》？我刚刚说，虽然我刚一开始是讲《神雕侠侣》，但是后来发现林依晨演的是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所以我就在讲《射雕英雄传》。然后最近一个是陈妍希演的。Hello， 小恩。但我最近都在看那种，就是没有，也不是，我最近看的都是那种没有什么大场面的剧，《天龙》哦，《天龙八部》也有看过哎，有哎，《天龙八部》也有看过哎，林志颖版哦，林志颖版我还真没看过，那有点太久了。我看的是什么版？我不记得啊。我那时候才，我来看看。我最近都在看那个，就是小的古装剧，而且是没，就是蛮好笑的，好笑的那种。小制作有小制作好，对。我看一下《天龙八部》，我是看谁？我猜我是看什么？哎，是看是大陆拍的吗？那时候看的。我发现《天龙八部》有好多、哦，超多的。2012年那时候吗？2013年，金启范，突然看到金启范的脸 ，Super Junior 的金启范。2013年《天龙八部》有他，那应该钟汉良，钟汉良吗？那应该不是这个。我说全部都是大陆演员吗？但好像2011几，还是林志颖是2003，是不是？我来看看，嗯，是看刘亦菲演的吗？几乎每两三年就出来一部新的，真的。金启范、钟汉良版应该，我没有，我刚刚看有2019年的。刚那个是2013年的，我刚刚有看到2019，我看2019年是什么？哦，2019年开始拍，2021年，今年吗？真的假的？杨佑宁演的，8月14号到9月7号。
企鹅影视哦，企鹅，企鹅拍的。杨佑宁演的，对，今年的，太酷了，酷。没有没有，2013年是钟汉良版，现在这个是杨佑宁演的，钟汉良是2013年，太酷了吧，太多了吧，继续吃我的。跟你们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我最近在看那种，那叫什么，传闻中的陈芊芊，就那种小制作古装剧，但好好笑，好好看。钟汉良，可是杨佑宁外貌也是清秀的，先我看一下，我好奇他演起来。长怎么样？哦，长这样，就是强，感觉是强行把他弄狼狈的感觉。穿越剧，没错，是个穿越剧，但最近很喜欢赵露思，觉得她长得好漂亮，看起来也是乔峰，对啊，杨佑宁是演乔峰没错呀。TVB 场景很强，但故事都拍得很。我没看过，我好像没有看过。谢谢阿凯送的红玫瑰。我来吃个鸡肉片。我在吃卤味，现在古装大剧都感觉都用很多特效，对啊，因为现在就特效比较进步吧，所以就不会想要去用实际的大场面。对，是真的挺假的。我还去看了什么？我去看了什么？我最近都看什么剧来着？然后因为每次线上上课都是我看剧时光，就是线上上课我都会开始去追剧，就是对，因为线上上课都用电脑嘛，但是有时候就会想说搭配个剧来一起上课好了，这样子。很认真啊，像我上次看剧是因为老师在抱怨他被投诉客诉，然后他就讲了整整两节课，然后想说这样听下去不是办法，我看剧好了，然后就在看剧了。不会啊，不会被发现了。对，但今天没有，今天是不小心睡着了。今天早上老师在上课，然后我在睡觉，这样不小心的，太想睡。
对，只要不要突然被叫到。但没有，因为今天是什么课？自成，所以在算数学。我有新的投诉，但是因为他讲成这样，所以应该也没有人想要去投诉他了。他讲了很，他真的讲了很久。这种内容不听，真的，所以我就去追了陈芊芊。我记得还有，想一下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我最近追了很多剧哎，但都是那种小，就是网络剧，小制作的那种。我看一下，我觉得都蛮好看。就是如果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不喜欢看那种要动脑的剧，连续剧电影可以，电影我很喜欢看动脑，但是连续剧我不行，所以我就是喜欢看那种好笑的连续剧，然后都蛮好笑，我最近看的都蛮好笑哦。传闻中的陈芊芊跟郭子坚来了个女弟子，郭子坚那个是我有一天好像跟阿，因为阿丽也会看剧。然后就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最近在看《国子监》。”然后阿绿就这样很惊讶看我，想说怎么了？然后阿绿说：“我正在看。”然后指他的手机，哦，他手机正在放《国子监》，那个好看。那最近很刚好是吧？要不要在远距的最后挑战边上课边直播？刚刚差一点，刚刚我真的是等老师说“好好拜拜”，然后就按挂掉之后就马上按直播，因为他。我原本上课到12点，然后12点开直播，但结果他上到了12:10，所以就变成我马上把他挂掉，然后开直播。那个拜拜是我之后再演一次。Hello， 玉安。等一下来吃生乳包，有新口味。哎，你吃无花果吗？你要不要帮我吃无花果？对啊，对啊。有一个无花果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无花果有什么味道，然后我就吃了一口，嗯，不行，对，没办法。他最近昨天出的绿葡萄吧，葡萄跟什么？它叫什么？麝香葡萄，跟无花果。口味两种，新口味。然后我觉得葡萄很好吃，等一下给你们看。刚四十五度角，大家都说我侧脸很美，我都想说，那我只能用侧脸。我之后不知道干嘛都用侧脸，侧脸面对大家。真的，那我都说哎。侧脸太好看了哦，谢谢。侧脸，对。当我要看什么留言，拿另一只手机看留言，然后整场都这样，正常这样。有杏鲍菇，我看到了。有杏鲍菇，我吃快完了，我才发现有杏鲍菇。手机看。
现在看上的枫叶，最后的小惊喜，一小块杏鲍菇。Hello， 人哥。想说，对，竟然想说怎么都不看。跟大家说，哎，我有跟你们分享林娜贝尔，对不对？有，然后我已经很，我期待他的到来，希望可以成功拿到他。眼中是午餐，什么意思？给你们看，新朋友，给你们看实体照，超可爱的。可能他们去了都说林娜贝尔很 man， 他说他就是很有男子气概的粉红小狐狸。我想说男子气概，他说在这里。好可爱啊。然后我找一下，在这里一只粉的一只绿的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去了没有？我拿那个别人拍的影片，我怎么可能去了？我去了现在还会在这儿吗？我要隔离14天，好可爱啊！你看实体照，这是爆米花跟娃娃的照片。但是我这个人对爆米花桶完全无感，所以蛮省钱的。看起来像男生。他说他的行为也很像男生，就是都这样，都这样，他的 pose 都长这样。然后他说这是个小男生吧，但没有，人家是小女生，只是有点爱探险，爱探险，所以可能很闷吧。为什么他一直喷呢？买不了，买了。没有，应该算还没买，先预定了，因为就是比较多人，所以还不确定。Hello 小翔 ，Hello 阿鹏鹏 ，Hello 一四 ，Hello 中午好。对，反正我昨天就一直在看这个，就是这 ，Oh my god， 好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继续吃，我今天吃挺多的呀，料已经快被我吃完了。嗯，我是南天风的，可是有点。就是灰蓝灰蓝的感觉。谢谢一次上方，但我还是想拿粉红色，好想要粉红色。你是那种先吃配料型的？对，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主餐。我没有很喜欢吃主菜，所以怎么不买？粉红色是13啊，可是我买的是13 Pro， 粉红色只有13而已，对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买偏锋蓝。
没错，你好像没有料了。买了剩一堆冬粉，好嘞，吃完了。我、哦、这种就是主餐只是我的配料，我的主菜永远是蔬菜类，然后那种饭啊面啊，我永远我没有吃完的一天。粉色壳装，可是粉色壳这边还是会露出来，然后就很不搭。后来发现。应该要买那个白色的，就是不该觉得啊，天蓬蓝好特别哦，就买天蓬蓝，因为发现会跟粉色壳，就是也没有说到不搭，其实配色上来讲是搭的，可是我没有很喜欢。Hello， 妹夫。我已经包了个透明的膜了。水墨色不是黑色吗？可是想说就比较特别吧。好饱。对，煮茶新颜色很容易撞撞击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大家人手一支天风蓝。全部哦，我朋友 也是天风蓝，然后我妈也是天风蓝，就大家拿出去，大家都是天风蓝，可是就没关系啊。我原本的 Apple 产品都是粉的，玫瑰一斤，真的。我的电脑是玫，给你们看，我的电脑是玫瑰金，然后粉的那种玫瑰金，虽然你们刚刚可能看不出来，然后我的平板也是。玫瑰金，然后原本那个 i10 是好像 看不了，你们看一下这边，那是粉的玫瑰金，然后 i 我的 10因为没有玫瑰金，所以我买金色，但金色其实看起来也挺粉的，之前我前一支是 7i7 就是玫瑰金了。怎么不对？怎么不出粉的？我也想要粉的。妈妈也换，对，妈妈也换，因为妈妈之前是 i8， 然后我之前是10，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换。大家都是学啊，学战士。你有先换手机？没有，因为等挺久了，算久了啦，等的算久了。3年吧，有看到新的14的爆料，那个我等不下去了，那个太久了。反正我猜我13应该也会用很久。我鱼蛋吃两个就够了。对，也是时换时成。妈妈也撑够，对，她撑很久。但我用了3年，我高二的、啊，高二换的，高二高三，大一点，那3年多4年了。等明年再看看。嗯，麻辣鱼蛋，但一点都不辣。13我换的是天风蓝，蓝色。我太大只了吗？还好吧，你知道，跟我的原本的手机比起来差了这么多、欸。超小的，我来比一下，我的 Pro 超小的，少了那么多，很小呢。那时候拿到时候，哦，怎么那么小这样？保护壳耐用吗？这保护壳是送的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，它送的。
我也是啊，我手机不会放在包包里，我手机都拿在手上。我手机真的不放包包里，我每次你们可以看我那个，比如说以前去乌美的照片，手机永远都拿在手上，完全不会放在包包里。对，要拿 Max， 因为我原本的10是 10S Max， 所以很大只。现在透过荧幕看好像不准，你说蓝色吗？蓝色一点都不粉，蓝色是那种灰蓝灰蓝的颜色，灰蓝灰蓝的颜色。像个镜头，对 ，Max 根本小屏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我的 Max 我不知道，可能我看习惯了，可能我真的看习惯，毕竟我看了3年多。Hello， 安德鲁。如果是天空那种蓝色，应该你说粉蓝色那种吗？可能，可是他可能是想要男女市场一起用吧，因为天空那种蓝，感觉男生拿的不会太多，但这个就是男生也喜欢，女生也喜欢的颜色。有点晒的，我不知道呀。10S Max， 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尺寸都在手上，连有哪里？对，真的都在手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就习惯都拿在手上，我放在包包我会没有安全感。我的手机 10S Max 是 6.5 寸，这次的我看13 Pro Max， 13 Pro Max 是是6.68 寸是吗？是这个吗？应该是差不多了。还去翻照片？对啊，真的，你们去翻，真的，我手机永远都放在手上，因为要从微距摄影，微距摄影，我都还没有用过相机耶，拿了到现在都没用过相机。放包，对，放包包没安全感，我会以为我忘记了。也都放口袋或手上，对，因为放包包会觉得自己忘记了。刚刚你在自唱错了。对啊，谢谢郑元送的枫叶。看一下微距摄影，好像真的蛮常忘记。对啊，我每次都在找。哦，是按电影吗？然后嘞，怎么用啊？这样子。哦，不会用，好，没事，不会用。忘记手机是被小心耍的，没有，他的是更夸张的忘记手机。我的忘记手机是不知道放在哪。但好像都是不知道放在哪。没有，但刘晓晴的是他除了不知道放在哪以外还会没电。我的手机是不会没电的。我的手机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会怕他没电。但刘晓晴说没电就算了，这样。10月25号，真的假的？那我放哪？竟然没有拿手机，拿甜点试试，应该是强调派里面会有自动啊、哦，有了，他刚刚前面有雾雾的，现场会不会看？不是应该试拍，可是没有东西让我拍啊，
Max 是6.7寸，好大啊，那比我原本的还大啊，因为 10S Max 是6.5，那很大哎、欸，尽量不要用到每一点。那你要去跟小晴讲，你要去跟小晴讲，有时候出门就没电，对，真的，他常在奇怪的时间点没电，因为通常大家都是在晚上吧。晚上可能会没电这样子，然后但他没有，他有时候会什么一大早，然后就说他手机没电，我想说那么奇怪的时间吗？哎，垃圾丢垃圾是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去丢个垃圾。来看看我的葡萄生乳包，但我已经吃一半，昨天太好吃了，没有忍住。噔噔，在家随时有空就充电，他都放，我也觉得他都放着不管。奇怪的时间真的是奇，因为大家都通常都是一大早都是满格嘛，但他不是，他有时候一大早就没电了。然后想说你睡觉没有充电吗？他都会说哦，我忘记充这样。我说哈。剩下刚才送的枫叶，晚上应该先充电。对啊，谢谢大头的分享。要问奶油有葡萄味吗？没有，但是跟你们讲，它里面有布丁。给你们看，哦，这个我咬一半，这边黄黄的，那个是布丁，很酷哦。我来吃一口给你们，这是它葡萄超大颗的，我要从哪里吃啊？啊，太大了，嗯，从这边好了，从怎么吃啊？哎，它是一整颗，它竟然没有帮我切吗？它前面有帮我切，这颗竟然没有切，没错。给你们看，下面有一层布丁，葡萄感觉就很甜，嗯，葡萄是蛮甜的，没错，奶油是普通的奶油，但是下面有加布丁。就它有涂一层布丁在下面，但好像看不太到，下面有一层黄黄的是布丁，所以吃下去有布丁味，很好吃的。嗯嗯，这样看黄黄的，有吗？那就是布丁，真的很好吃。你这也是麻辣鱼的？对啊。它是真的布丁味很浓。就他现在说出来有放布丁，但不是放一点点，他就放大概1/4层，但还是它的味道很重，很棒，很好吃。嗯，好吃。无花果是什么味道啊？我怎么形容？
我来给大家看其他口味，给你们看其他口味。给你们看无花果，然后柠檬。昨天官方释出五单选拔的成员感想，你有想补充的吗？没有想补充的，就大概就是那样，就是应该没办法想象，是真的没有办法想象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吃完甜点再去讲那个五单的感想。尝试无花果口味，可是无花果是不是什么口什么味道呀？我昨天吃了一个，然后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放掉了。无花果，直接这样吃吗？对。无花果，对呀，它不够。哦，不行啊。那你放着，晚上把它吃。这是无花果味。你把它冰起来啊。哎，生乳包。对，无花果不太行。会有人喜欢无花果吗？我们看柠檬，我觉得这三款里面最好吃的是葡萄，大家可以去买葡萄。酸酸的桃子的感觉，葡萄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味道，我不行的味道，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味道，可是就不太行。看看，柠檬，那一片柠檬就是很重的柠檬味。嗯，就是个柠檬味。这片柠檬很好吃哎，我觉得喜欢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葡萄，再来是柠檬，因为我不敢吃无花果。嗯，是糖渍柠檬，没错。很咸，很咸吗？无花果，它不是咸吧？它是很可怕的味道。我说不太行，不太行。无花果味道对我来说不太行。对，这它是糖渍柠檬，但蛮好吃的。谢谢阿 Ben 送的荧光手环，柠檬感觉更深。对啊，很清爽的感觉。但我还是最爱葡萄，葡萄很甜，然后那个奶油里面又有布丁，很好吃。但如果你说综合全部口味的话，我最喜欢泰奶，泰奶是真的好吃，很泰，很泰奶，但是又不腻又不甜。焦糖也不错。对，但是我不敢吃无花果，所以可能就不太行。Hello， 我
我吃完了，我先拿去放，等我一下。好饱呀。雾花，对，雾花，我刚讲过的雾花果真的要看人，就我就不敢吃雾花果，所以可能问我雾花果的味道不太准这样子。但葡萄真的好吃，我喜欢。但那个葡萄真的有点太甜，但那是葡萄本人的问题，所以不干他们的事，那是葡萄本人太甜了。好，你说武丹昨天出来的武丹感想花絮对吗？就如同我所说的，我那时候的心情波澜其实不是很大，我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内心波动，就觉得哦，真的假的这样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在那个讲感想的时候非常的平静。但是我觉得我其实那时候脑内状况就真的很复杂，然后完全没有梳理好我要讲什么，就是大家的反应都是最直接的反应吧，因为真的都是直接被抓去说你要讲，就是感想，我们就感想，然后就开始这样讲了，所以大家都蛮对，有没有想？那有没有没想到会上的感觉？有没有没想到会上的感觉吗？其实这一次的选拔，怎么讲？对，就变成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，标准起头式，应该是说这集，因为我对于我自己没有那种一定要上选拔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祈愿，我不敢做这种祈愿，我不敢做这种愿望，就是不太敢说实话的。对，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，所以我这几年来，因为从小就知道我好胜心很强，所以这几年来我就不敢去做一些我的目标，我不敢去定我自己的目标，我不敢说我想要什么，我怕我做不到，然后自己会很难过。所以对，这几年来我的心态转变下来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导致我那时实在过于平静了，然后他就说林月云恭喜你，然后就谢谢谢谢，那怎么样开心，谢谢谢谢，就我连对成员们的祝福也都是，就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吧，因为我已经把我就是今天没吃过，今天吃完了，谢谢安颂能看好你哦，但这也是目标吧，都没想过吗？想过啊，怎么可能没想过，当然想过啊，这样反而不知道是好是坏，可能少了点，对于大家来说我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少了点感情吧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好事，至少我不会太容易的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动，导致自己的步调乱了或者是慌了，对，我觉得对我自己反而是个好事，
但是 也当然也有坏的方面，比如说可能就是像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少了点热情或者是什么，但我不是没有这份热情，我是把这份热情就是藏在比较心里的一个地方吧，我觉得就是把它藏起来，就是比较不会让大家发现。对，谢谢幽城送的看好你哦。Hello， 何影。我就知道我会，我不知道我会上全发。应该是说，就算有，因为大家其实都会想去猜这次的选拔有谁，但是我就算听到有，但我就是不敢，也不敢多想。第几个被叫到的？中间吗？反正也应该算中间嘛，不是特别前面，也不是特别后面。保持自己的步调，不然一被打乱，调整真的对。就是我这几年的，要说我这几年学到什么，我觉得真的是学到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情，因为。真的，我从之前都会就是好胜心很重，然后其实表面上其实选拔我没有哭过，但是在家里偷哭当然是一定会有，但是当然在荧幕前我是从来没有哭过的，对，但但后来发现这样实在是，如果让自己就因为这样子难过好几天，那不就是少了好几天可以进步的时间吗？那何必呢？那你就算没有中，那你就继续努力嘛，没有唱就继续努力嘛，就不要让自己浪费掉这些可以拿来用的时间。所以我这几年就一直在学着怎么调适自己的，怎么去调适自己的心情，然后让遇到的事情。我都会是比较淡定的状态。怎么都没在看到？有啊 ，JOF 跟乒乓还有 HUR 都在。成员那边没有，就是大家都会讨论，就说：“哎，你觉得这次谁会上啊？”这样子，大家一定会讨论啊。我就跟。心情都比较不外向，对，就是我以前也不是说心情不外向，我生气我还是会马上去生气，但是可能比较这种像这种比较内心的东西的话，我是真的，我觉得我进化了啦，有吧？对，就至少难过不会一下子表现出来，我很难过这件事情。这样心态真好，是吧？我觉得我越长越大，心态越来越好了。大家都说为什么你活得那么开心，我就说我养出来的，真的，我都很骄傲跟他们说，我养出来的，我就是活得那么开心。生气不能，对，生气是真的，可是我气很快，我就蹦，然后就没了。对，所以可能我有时候一生气就是瞪眼，然后就没事了这样子。对，我养出来的，不需要动用几滴眼泪，能开心就对。但是对，但是我要说，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感言没有讲得很好。吓死我了！为什么突然变那么大声？
我那时候的感言没有讲得很好，应该是要说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等了很久吧，失败了很多次。我以为比如说去年四单，我想说可能希望会有机会，但没有。那时候其实就是觉得啊，为什么就是我还不够吗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我就真的就直接把它这样子讲出来，我就觉得啊，我昨天在看的时候就说啊，我讲太直接了吧。但对，没事，但至少是一个我心情最直接的表达，是最直接的感受。那因为不太会包装话，所以听起来可能太直接了。都是最真诚，当然是真诚，因为没有时间想。但是，对，就是少了点包装吧，听起来太直接了。对，让我来包装一次。我是说从一单等到四单，然后就常常会怀疑自己，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，努力还不够，实力不够，然后才会一直没有机会上选拔。但是比较关心你们四个的站位是依照黑白的顺序的，欸，其实蛮像的耶，我们是不小心站成那样，可是好像是没错，那个色卡其实好像是没错。谢谢超超掌声鼓励。然后我要讲什么，怎么说，眼睛痒痒。谢谢朱一堂送的搓搓泥。对，然后就是其实都会怀疑自己嘛。但是因为其实经历过那个DD52那个疯狂怀疑的时期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大概都怀疑完了吧。我现在不怀疑自己了，我现在怀疑自己也没有用，你就是不够努力。我现在就是觉得不需要怀疑自己啊，你没有被选上，那你就继续努力啊，怀疑有什么用，没有用，唯一能够上去的就只有努力，缺了点机遇，那你就等机遇来之前更努力吧，把自己准备好，你情绪来了随时都可以上去的。对啊，访谈一开始气氛就跑掉，那个冷笑话，没有那个冷笑话，我们当时脑袋在想什么意思，然后后来才想到了之后说哦。我们那时候那太突然了，然后想说什么意思。然后在那边想，然后想很久，哦，懂了懂了，然后就，但是因为太久了不知道怎么接，懂了，但是尴尬这样。很好笑，很好笑，其实让我们这组气氛挺好的。又加 Hello 夏夏，对，反正呢，我刚刚应该也是讲蛮多感想的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刚刚收到会员话，我跟美玲对不对？这个我有看，这个我有收到。我之前都就每次都不知道会员话秀什么，但是这个我知道，我跟美玲。但那时候我眼睛超肿。你们有看照片吗？我眼睛超肿，肿到一个爆炸。
笑对笑话来得太突然，不过挺好的。那个话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气氛挺好，挺好笑的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我的牡丹感想补充版本，对，大概就是长这样。总结来说就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我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很淡定的状态，所以在影片上看起来毫无波澜。到时候 MV 出来又可以讲一些趣事，没错。还是零？我忘记了，好像应该是。马上想的吧，你还挺感动，真的吗？我都觉得我太淡定了，大家都觉得我太淡定了，但是我就只是想要把我的话讲出来，但又不太会讲话，所以太直接的讲出来了。但你们觉得还好，那应该就还行吧。MV 我真的不知道，可能15号才会，可能我真的不知道 MV 什么时候出来。我印象深刻，布丁也有讲过，那个那时候反正布丁，我那时候第一个出去抱的是布丁，才有那一张照片，就是布丁发的那张照片。我还难得长得挺好看的，没有 settle 过，但是我长得没有啦，真的对，应该是什么？反正就是请继续关注。可是之前好像都是发售日。你说15号是星期五，我真的之前乌吼是发售日吗？我忘记了。泪眼布丁照，那张布丁超可爱的，那张布丁真的超可爱的。他那时候看到我说丁一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说啊，赶快把他抱起来，赶快去抱他，超可爱的布丁。我难得夸奖他可爱，对啊，我很少夸奖布丁可爱，好像很少哎，好像哦，我忘记了，之前不。我不是之前布丁不可爱，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害羞一点，比较不会，比较不敢去夸人一点，比较对，平常就算觉得很可爱，但也不会讲这样的。那因为你是 Kitty 派，就这样，我觉得布丁狗还好，没有啦，对。布丁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。我都常跟小群，我跟小群嘛，就常说布丁就是很乖的小孩，很乖的妹妹，很可爱。打疫苗，打疫苗的呀！捂嘴猫跟布丁狗的宗教战争，不行不行，我不敢再拿捂嘴猫开宗教战争，我不要。
我不敢面对，不了。如果要开的话，我要找那个乌嘴猫的客群，都是我妈妈那一代的，那我要去找他们来投票。手现在能弄，手现在还是很痛，但还好。但是我跟你们，哦，有点痛。现在可以举到这了，就前几天只能举到这，现在可以举到这了。好，然后跟你们说，我很酷，我就是打完，我是礼拜一的七点，晚上七点打的，然后到礼拜二的晚上七点，我开始发烧，发烧到37.多度，就低烧这样，37.6、37.7这样，低烧。然后24小时才开始发烧，然后发烧到早上吧，礼拜二晚上，然后发烧到昨天早上就没有发烧了，所以我出门去买面包，然后就买那个生乳包，买面包，然后买完之后回家也是七点又开始发烧了。就是36小时又开始发烧，然后也是，可是没有很好，37.3，我昨天只有37.3，然后现在睡饱起来，应该是又没烧了。我量一下，你的 BNT 副作用那么大，可是还好，都是低烧啊，我觉得还好。哎，我的副作用跟我弟一样，我弟才14岁。看来我是个年轻人啊！对啊，现在算6.9吧，我现在算7.0，就是还行，没有到很。但是现在已经是第这礼拜几？礼拜四，今天已经第3天了耶！我是礼拜一打的呀。对，没有，其实没有发高烧，就是还好。第一季感觉发烧的没，对，第 BNT 第一季不太会烧，我也没有烧，其实我只有37.多度，就不算发烧，就是低烧这样。3435，真的假的？应该没什么副作用，但是体温还是偏高，手还是偏痛，还是有点举不起来。我这样。再高就不行，再高就哎，可是可以往前举，但是不能往旁边举，超痛的，不行，还是很痛。我跟品涵，因为品涵举不起来，品涵说他洗脸也很痛苦。我说我那天直播，我不戴帽子嘛，因为我没办法举起来弄刘海，我就这样弄刘海超痛的，举不起来。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，所以我就直接戴了顶帽子，手是搭超痛，哎，真的超痛的耶。痛到一个爆炸，可以打大腿。说手快，我现在手也快举起来，我举到这了，快可以了。对，我反正我打辉瑞就是。发烧，低烧37.多度而已。希望第二季不要太恐怖，可以把推进举高，快了，可能明天吧，明天应该就行了，明天应该就行啊。对，我有跟你们介绍。这超好吃的，它叫小太阳，它长这样，它其实是一个圆形，但是我已经吃一半了。这真的超好吃，我建议你们去买，很好吃。我应该有讲过，用右手拿，很好吃哦。它是里面有果干，还有核桃，很好吃。
很香。然后刚烤好是脆脆的感觉，真的很好吃。推进到我房间。推进在我房间里，找到了，我去拿它了。好处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粉红色的，很开心哎、欸！真的什么东西都是粉红色的，就是萨库拉的好处，很快乐。我把它用完，不然它像插头毛巾，还有是哦，那是披上去的，没错。那是披上去的，没错。但是我同时也找到了它，多种用法，就那个啊，太阳太大有没有？就这样子，挺好的，这样去菜市场。太阳太大可以包着，不然就是对啊，披着当那个插头的毛巾嘛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采茶，就太阳太大啊，太阳太大那种都这样子遮阳的、啊。还有什么呢？当包包啊，那个丝巾这样子把它挂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这样，然后用在包包上，这样挂着，多棒啊！林依云就是包包挂饰，然后那就希望你们都拿粉红色。开发出很多多当然这样子真的不能当小妹妹，你可能拿个婴儿盖可能可以当个小妹妹，这有点太小了。围巾有点只能这样子围耶，它只能一层，会有点冷。还有小偷装扮，那采茶姑娘小偷装扮哪一种？小偷装扮是怎样？这样子是吗？看不到啊。不行，我看那叫什么巫婆，哎，我这头发真的是有点像巫婆，好可怕，这样。哎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巫婆的感觉。小偷只遮鼻子，那是那个吧？那叫什么？日本那个鲤鱼，那叫什么？跳那个舞的，忘记了，红色舞，对啊，巫婆，不是那个吧？对啊，不是有一个跳什么舞的，鲤鱼舞吗？还是什么那种？不知道，忘记了，好像在那个，我是在那个什么金田一有看到，柯南好像有那种。啊，抓鳗鱼啊，鳗鱼啦，鳗鱼，对不起，我记成你鳗鱼，对对对，就是
对，他们不是也绑一个什么，也有绑，然后拿篮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哎，还可以拿来当发，发带的，卖水果的。对，好像是，好像叫阿波舞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吧，那怎么看？我看一下，对对对，捞鱼的那个，我看，阿波，但那个也是在那个前面，那个鼻子前面打结，没错。对的，就是看了那么多用途，大家可以收购一条林忆云的推金，耶、yeah! ！就可以来当巫婆，跟我一起，我觉得巫婆最棒哎，跟我一起当巫婆。哎，这很可怕，就是一转头，然后这样看。好像是筷子插啊、哦，真的吗？反正差不多，现在演变成在鼻子前面打结了。我喜欢这个。我不要伸出一颗，拿一颗苹果。你知道我刚刚原本想讲你要金斧头还是银斧头，那时候不对，这不是女巫，那是仙神神仙吧？对，女巫是，嘿耶耶那种。你要金斧头还是银斧头？不是啊，金斧头、银斧头是，不是啊，肉桂一卷。跟你讲，他们肉桂卷超好吃的。他们肉桂卷真的超好吃的。推，推啊推！啊啊啊啊啊！丢过头。要买虎菜。肉桂卷好吃啊！他们肉桂卷真的超好吃的，我认真的。比起那种大的肉桂卷，我喜欢小的肉桂卷。好的，我先念个排行。我念排行榜第，我拼着念，嘿，第十名是玉超，第九名是波辰，第八名是智英，第七名是安，第六名是许阿北，第五名是枪拉咖喱，第四名是中国喵喵，第三名是志宏，第二名是小叉，第一名是朱金当。谢谢你们，这是卖肉桂卷的商人，你不买我就把你变成老鼠。哼哼。没看到露肚子，我每天都在露肚子啊，不稀奇吧？我每天都在露老鼠。巫婆最喜欢把人变成老鼠，有吧？像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，也是啊，那个 witches 那个女巫们啊，前几个月的电影就把人变老鼠啊。下次见。露肚肚，对啊，露肚肚是日常。谢谢阳光送的红玫瑰。不买这个肉桂卷，我就自己吃。你不买这个肉桂卷，我就吃了这个肉桂卷。想到吃了你，没有，是吃了这个肉桂卷。老鼠，老鼠。好的，大家。
拜拜，下礼拜见。拜拜，下周见，对，下礼拜见。拜，三二一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